坚持一会儿啊，小点，到地方了啊，小点，小点，哎呦，到了。哎呀妈呀，天经理，天经理，快告诉我那个落水的孩子救上来没有？啊，救上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，你不知道啊，哎呀那个情况非常的危急啊，我正巡逻呢，就看着一个孩子扑通一下就掉水里了，我当时二话没说做了一个标准的扎猛子，噗呲我就扎进去了，我扎得很深，我扎得很远，然后呢？不知道。我说你扎猛子干啥呀？你走过去不就得了吗？哎呀，这孩子你说的这个轻松，还走过去啊？我怎么走？那水那么深啊，给孩子都没了。还那么深，那水就到这儿。就这么深吗？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你不是，我就纳闷了，你怎么出现在现场了呢？我不听见你喊了吗？到那一看呢，你跟孩子在水里面正扑腾呢，啊，我直接就给你俩叫上来了。我说你胆儿挺大呀，不会游泳就敢跳水救孩子？我想那么多了吧？我说到了以后，呛了第一口水，我才反应过来我不会游泳。经理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想。问你点事儿，说。你发朋友圈了吗？发了，发朋友圈了，发的是你，奋不顾身救上了一个落水儿童。太棒了啊！太棒了！你说我喜欢的那个小秘密，他能看着不？应该能看见，我有的好友。漂亮，这事儿干得漂亮啊！这事儿啊啊，那个田经理，我能不能再求你点事儿？说，就是秘密看到这个朋友圈，他一定会来看我，对不对？看我的时候啊，你千万别跟他讲，说你把我和孩子救上岸了，你就跟他讲，哎，我跳水救孩子这段行不行？为啥呀？这么跟你解释，嗯，秘密。心中一直想着说他的另一半应该是个英雄，嗯，是吧，是个有男人味儿的人，嗯，所以说我就想能不能借着这个事儿让他对我印象好一点。那个我明白了，但是我这个人呢说话比较直，我不会撒谎。不，田经理，这跟撒谎没有关系，你这属于啥呀？成人之美。行，反正你确实是想救人。对，我确实，放心，没问题，是不是啊？这回来吧。我让秘密知道知道，我是个英勇的男人，我是个勇敢的男人，我是个积极上进的男人。你现在是个落水的男人，赶紧把衣服换了吧，别感冒了啊！不换，让感冒来得更猛烈些吧！呛水呛懵了吧？啊，没病找病啊？不是，田经理，你没明白，我要是这个状态的话，我就能观察出来秘密是不是关心我，那心在不在我这儿。于小脸，于小脸，于小脸，小脸，秘密，笨笨，于小脸呢？后面呢？于小脸。不要直勾勾的看着我，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出了满满的爱意。少贫嘴，我问你，小亮，刚才朋友圈里发的那个救孩子的英雄真是你吗？不要叫我英雄，救一个孩子就成英雄了啊？我认为一天救一个孩子那才叫英雄。放过那些孩子吧。真是你呀、啊！这你还怀疑我吗？啊！
我们田经理发的朋友圈，这事儿还能有假吗？我跟你说，于小亮，你救孩子这事儿在朋友圈里现在老火了，好多人留言啊。我看还有人说家长要亲自来感谢你，还要请你去学校做讲演、做报告。做报告啊？那得多少人知道啊？我就想让你知道就够了。于小亮，我今天才看清你，你原来这么伟大，这么帅呀！嘘。低调做人，高调做事儿，这才是我于小脸的原则。对对对，低调低调。哎，那你给我讲一讲呗，怎么回事啊？当时，情况是万般的险恶呀！啊，一个孩子，扑通一下就掉水里了。我当时二话没说，做了个标准的扎猛子，我噗呲我就扎进去了，我扎得很深。扎得很远啊！这个时候，我到了水里，我就觉得有什么东西紧紧地抓住了我的面部。水里有什么东西？他脸插泥里了。哎，啊啊！然后，哎，讲，我就挣扎的艰难的，我先拔出了我的脸。啊！哎呦！我就觉得我的肚子我胀胀的，怎么了？呛水呛的呗。出来的时候啊，吐了一大口泥，还有一条鱼。啊，那是泥鳅鱼。你就别跟他掺和了，泥鳅鱼。后来呢？后来。后来我讲到哪儿了啊？那个讲到吐了一条泥鳅鱼。对，当时啊，我吐一条泥鳅，我老吐什么泥鳅鱼呢？贝贝，你别说话。好，我听当事人讲呢。后来，都是这毒怨他。笨笨，你看你，就你瞎插话吧，他都忘了。你讲吧。不。讲啊。不让我说话吗？现在可以说了，你讲来，你讲。后来，小脸，那我讲了，讲你就讲，我救人那段儿。当时情况万般险恶啊，后面就该上岸了。我对对对对，后面那个小脸就一手拉一个就上岸了。小脸，我听明白了，你真的好伟大，你真的好帅。哎。小脸是不是特别有男人味？特别有，太棒了。小脸，哎，不对呀，笨笨，于小脸一下水救人，你衣服咋湿的？对呀，我下去救的人，你衣服咋湿了呢？来吧，你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是这样啊，我背小脸回来的，小脸全身湿了，我这不全身不也湿了吗？合理不？合理。不合理，你背的你后背应该是，你前面咋湿的？来，请继续合理。是这样啊，哎呀，我这个背小脸啊，就是太累了，就是背着回来，我就发现呢，这好像是背不动了，然后我就去换个面吧，就给抱回来了。合理呀、啊，不合理！你俩今天怎么回事啊？莫名其妙的。田经理，是有啥事骗我？田经理，哎呀，环姐，哎呦，田经理，客气，哎呀，行，太感谢你了，我今天就特意来感谢你的。应该的。你说那时候多危急呀、啊！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，儿子，快点，谢谢田叔叔，谢谢田叔叔。谢谢小脸。哎呀，看着没，谢谢我。等会儿，孩子。我问问你，到底谁救的你啊？是这样的，哎，咪咪，你看这儿看特清楚，你看当时啊，让一个过路人给拍下来了，就他们救的，你看多清楚啊，这视频。儿子，你看看，于小脸啊，这个孩子拍背的是笨笨吧？对呀、啊。在旁边吐泥的这个是你吧？对呀、啊。
这是我不仅吐你，我还吐鱼了。小脸叔叔，你吐的鱼我都给你养起来了。小脸，怎么回事？你不说你救的人吗？你给我个解释，你也合理一下。这个视频的我当他孩子说呀，还完我说呀，说呀，我错了，我做错的事是今天有环境，我不能骗你。哎呀，这么说吧，那个是我们田经理救的孩子，不仅救了孩子，还把我给救上岸了。于小亮，万万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我今天终于看清你了。不是，秘密，你误会他了。其实第一个跳水救孩子的就是小脸，他不会游泳，但是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孩子。他的这份举动，这个精神，不值得大家感谢吗？小脸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误会你了。你依然是很伟大，依然是很帅。哎呀，你老说帅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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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不能换个词儿？这词儿都说两遍了。换啥词儿啊？什么？非我不嫁啥的，讨厌。